我觉得我这轮是有机会的，我已经想象到了狗哥把手伸向我的这个场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狗哥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还会来。我刚才就编了那两句顺口溜，第一句很帅，是别让我的说唱梦破碎，狗哥加我进战队。很遗憾。你棒棒，本轮留局。狗哥，你是19年就是把他拒绝掉了，他就淘汰了。然后那个时候你说以后再来，他是别再说这个，别再说这个。已经以后了很多年了，过了5年了，又5年的时间，5年了，哎呦，躲不过的永远躲不过，欠下了感情债啊。5年的时间，我真的觉得我很对不起李邦邦，我知道他这次就奔着我来的。可是随着就是一轮、两轮、三轮这几次表演都没有觉得达到我的预期的这种标准，最后我还是终于这一路上我看到的理性的我胜出了。你不要忘，对不起，随便你要，你把我的微信删了吧，就是拉黑我吧，出歌 diss 我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。狗哥，你不要觉得抱歉，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5年的时间，我还没有成长到你的第一顺位。那么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的，我会用我的作品证明我是值得加入到你的队伍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同时开启“来者不善”新社区战队选择门。我觉得阿里文是一定会来我们这儿的，我有这个信心。小黑第一次他是走了我们的这个选择，他肯定会来的吧？请开启。我觉得我真的很强，很厉害，背景是一个。我知道他们也是欣赏我的嘛。没事。啊，没悬念的，我觉得。他们应该可以，欧里文讲。小黑啊，错了！我看到谢老板那边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是很崩溃。错付了，不是，这次是我啊，他们那边是，我们错付了。我当时脑子就很乱。他选我们，我们就结束了，6个人就满员了，就没我们事儿了。就结果，就他在杨和苏那边，我们这个，我们也愣了一下啊，说啊，说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说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小黑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前面2次票都是给我，
真的很感谢。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一会儿见。这有点荒唐呀，这个事情。选手的心会变的，你们还搞不清楚吗？赵三说下把还来，然后我觉得跟他相比较之下，我感觉有点危险。程程老师的门还开了，但是，我没站到那边。啊，你下一轮打算？程程老师说让我去。郝令荣的时候，赵三说是谢老板那儿，就相当于已经第一轮给他发了一个招募，那时候谢老板那儿就只有一个位置了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跟赵三在一组，我觉得去谢老板那边肯定没机会了，我就去了苏哥他们那儿。这很遗憾，小黑本轮暂时留局。哇，太抓马了，音量声就很崩溃，但也不会说觉得自己彻底没机会了。最大的情绪就是觉得对不起谢老板还有陈晨哥，他们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之后，我却没有坚定我自己的选择站到那边去，就是很对不起。Oliver is here. If Oliver is here, 都在我们这儿。在我们这儿了。Hello, 哎，幸会啊！恭喜赵三加入战队，特别好。哎，得，应该的，好。赵三，我们比较欣赏他，排兵布阵的时候，很多别的队的他不知道怎么对他，容易把别人计划打乱。嗯。阿乐梅，先吃点。听到，禁止了已经。来，先吃个冰棍，谢老师，谢老师。给一个暗示，发过冰棍的就他一定要回来，没发冰棍的可以想想。我耍了个小心眼啊，就是说，给人雪糕暗示一下，然后他们领会到了我们的传递的这个信号，后来就选的挺准的，不错。很遗憾 ，Oliver， 本轮暂时留局。第一轮我有点不服，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选法老大张伟，他不会写我的名字，所以我就想着我这次还要去。结果还是对，确实继续失望。Oh my god， 太抓马了！哎，本来我们已经 whole team 了 ，whole squad。对，那就等小黑了呗。他咋？又是？请所有留局选手再次前往现场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哇，直接开啊！直接开了。直接对着我们，好吓人。什么意思？未满员的战队可以向他们发出入队邀约。你看，没得俩什么事儿，嘿，哦。所以这一轮他们没被选就走了是吧？是。好尴尬，只剩我们十个人在门口排排站的时候，会有不甘和难受的点在吧？觉得我谢老板这儿还会有机会，百感交集吗？我希望狗哥会选我，感觉没有机会，感觉到就是要先走了。来者不善战队、新社区战队、张振发战队、
请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八万应该没问题了。反正我就是李棒棒跟 Barry 跟二万三个里面选一个，想选他嘛，他适合的风格比较多，现场经验也丰富，来不来？他表现确实很好，我们的实力又很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权衡的利弊之下，还是觉得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在团队里，我决定给他。明星制作人已选择完毕，现在公布选择结果。来者不善战队的选择是Oliver 奖。他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，他的实力真的很好，所以我们需要他。有点紧张。嗯，谢谢哥。张振发战队的选择是Barry Chen。 哟耶，就是有点开心，就是有一点感动啊，就是哦，狗哥终于选我，就是很想要得到狗哥的认可的那一种。 Barry 表现是真的也非常不错的，他的现场的那种爆发力跟震慑力是非常好的。打卡下班。如果热狗不要我的话，那没有人会要我了。新社区战队的选择是二万。万哥，是不是那个按错了，还是屏幕打错了？就完全就是我意料之外的一个选项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谢老板和范丞丞老师会喜欢我这一挂。啊，他们想玩吧？啊，小黑，脑子很乱，觉得自己就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。就是一念之差，失之交臂。对，但是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回头路嘛。对，你以为就是这样，他永远不是你以为那样。他一定是那几个人里面实力最强的一个。我们以为肯定狗哥选去了，对，结果R1没有人选。我就觉得二万如果在这个环节走太可惜了，还是觉得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在团队里。恭喜 Oliver 奖 Barry Chen 二万加入战队，恭喜，加油啊哥，继续，欢迎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没，我觉得稍微有点辜负吧，我其实应该坚定的去选他们。有一点感动啊，接下来我会拿出我全部最好的，也不要愧对狗哥对我的信任。是你怎么被你蹲到这么后面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渴望得到回应的人没有给我回应，但是意料之外的肯定给到我身上了。我也想让谢老板和范丞丞老师看一下，就是我可以回应到他们这个期待。嗯，很遗憾，剩下没被选择的选手只能淘汰离开。对不起，我觉得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嘛，所以我接受这个结果。现在，请烧掉你们的竞技项链。
只是想跟狗哥说，谢谢你给了我个面子。今年又败在这儿了，但是不要被挫败打败。其实老实讲，就是我也非常痛。如果你真的是爱这个文化，我希望你不会停止前进。我挺想证明一下自己的，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东西，我希望他们能一直做下去。我会让他们后悔，但不是今年。希望他们回去使劲努力，将来用一个更好的状态赢回来。欢迎光临，男宾一位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首先呢，先恭喜大家加入我觉得不行正发战队，我觉得很普通。嘿，哦，是什么点哦？来者不善点，哇，帅帅帅帅帅，来者不善，完美完美完美，欢迎哦，太开心了。哦。终于见面了，各位。我们这个是银河战队，我感觉这不虚任何人。什么狠招阴招，想打败我都去边上歇着，好吧？我们这一轮不是来比赛，我们来直接领奖。阿月，你放心，战队成员我已经帮你集结好了，下一场不要拖我们后腿。